实。另外，我们再一次的邀请这一场的所有嘉宾朋友，赶快选定好你的位置，我们的散会即将正式开始哦。另外呢，邀请的这一场的嘉宾朋友们，准备好你的相机、手机、录影机，以后挡到呢，我们的正式上菜的原则。然后呢，站在我们红色大道的左右两边，你让我们呢，能够呢正式散会正式开始。我们邀请站在红色大道上面的左右两边的所有嘉宾朋友，赶快选定好你的位置哦。麻烦请将我们的灯能稍微熄暗喽。眼睛往中间的红地毯这边注视，因为我们今天东南之夜会将有让你们永远忘不了的今晚。我们的灯全部都会熄光，那也请大家的心先静下来，因为等一下在这一场上菜秀的时候，你们会让你们看得出来每位 PP 以及我们的舍友是如此的有上菜精神。